好，再来换看这个题目哈。好，右图是一个等角图哈。好，隐晦至上视图、正视图、右侧视图。好，CS 每格是1米里哦。好，用10比一画出来，所以1米里要用10米里画出来哈。好。其实使用是要做尺寸标注哦，哈，要做尺寸标注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在考同学在尺寸标注的时候，一个单，你基本上标示出来是要原尺寸哦，所以是1米里哦，你不要标10米里哦。好，所以这个图基本上不会很难哈。好，我把简图的线好画好了，好，我们现在来，看一下这个，我们先从右侧视图画好了，这个凸出来一块嘛，这3公分在这里，所以。记住哦，不能数，只数这里哦，数这里就错了。你注意看，这里是5格，这里又凸出来，所以要6格，所以这要特别注意啊。这边6格，这是圆心在这里。这是凸出来那一个这一个部分，这里对不对？这是圆心的部分，这里5格嘛，1、2、3、4，所以它是到这里。好，再来全视图，我看着右侧视图来画，比较不会错。这个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嘛，所以这里有虚线。再来换这里，第四格这里。这个圆，在这里是有虚线，对吧？没有，再来上视图，这里画错了，这只有到这里而已。在这里，圆心在这里哦，所以这里都是虚线哦，这里都是虚线哦，这是打叉叉，那这个是这里，就像这样子，好，中心线我用其他颜色画，我才比较容易清楚的知道哪里要标中心线。这里很接近，其实也可以一起画，好。所以我们画出来应该是像这样子。好，老师刚才利用时间把那个方言纸画好了我会用方言纸画法。记住有圆，
一定要先圆弧后直线。对。2公分的，直径2公分的圆。这也是虚线啊。从来没用圆规画出画过虚线的圆，还蛮难画的。好了之后，来画完成线。这里有一条虚线。再来换上视图啊，上视图。这怎么样的？有时候可以吃，看前视图啊。好，来，刚才老师忘记讲，记住有尺寸标注，视图跟视图之间要隔几公分，最好，老师觉得隔4公分比较刚好了。可是老师之前的题目为什么都是隔3公分？因为我版面不够大。要让同学比较多题可以练习哈。所以这样子好了之后，开始来标尺寸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标宽度、深度好了。好，深度来。我用红笔来标尺寸了，好不好？中心线我也一起画，我先画中心线啊。中心线我也用红笔，记住哦，这个只是老师让你看得比较清楚而已哦。老师不能用红笔来画哦，再重申一句哦，有的学生考试考坏了，然后怪老师说：“老师你不是这样讲？”没有，我没有这样子讲哦，我现在只是为了示范让同学。比较看得清楚。
是不是？哎呀，好，来标尺寸，我先标深度。啊，记住哦。啊，这里，啊，我这里二跟这个边缘空2米。啊，这里要画总长。这里，好，每一个尺寸都要标到哈。啊，这里可以伸进去里面啊，记住。这没有基准面的概念哦。啊，所以老师每一个尺寸都标。那镜头，好，刚才中断了一下子哈，好，我们现在继续画，好，记住啊，这里是。1米啊，因为我们放大10倍画所以这里是6，好，这里是宽度，深度了，再来宽度，好，宽度，我们分几个地方画哈。第一个，我们那个半直径的部分就把它画在这里。直径的部分。在这里，二嘛，四嘛，好，再来，这里，其实这里因为跟这里没有接触哈，你这里其实要标尺寸才可以，因为它没有接触啊。所以这里尺寸，这中心线把它连在一起好了，我这应该写直径忘记了，这里就连在一起，可是这一个没有，所以我也直径二，这个就不用标了哈，因为这个跟这里是一样大的哈，可是这里因为没有在一起哈，好，再来圆心的位置要让人家很清楚所以我这边标圆心的位置，这里高我会标在这边，就是圆心，记住圆心可以移出来当。尺寸线，
再一跟三啊，再来高度的啊。知道，这应该都知道了，总长了。总高是6啊，所以我现在尺寸标注啊，就像这样啊，还有哪一个圆形没有标吗？没有啊，啊，所以这样子标成这样子。